端午节民众都会吃粽子应景，不过营养师要特别提醒，一般市售粽子通常都会加入大量的油脂，导致内馅热量过高，因此吃的时候千万不要过量，而且要多搭配一些蔬菜食用，这样才可以吃得健康。端午节最应景的食物就是粽子咯，很多人常常趁着这个时候大快朵颐一番。不过营养师提醒民众，吃粽子的时候一定要节制，不要过量，才不会吃进过多的油和盐分。以最常见的南北部粽来说，北部粽就比南部粽热量来得高。北部粽通常会先用油炒过，那么相对它的热量就会稍微高一点，所以大概一个粽子大概180到200克中间，它的热量大概是400到600卡中间，就是看我们里面包的比方说料是怎么样，好像有一些就是包的肉稍微肥了一点，那相对它的热量就会多一些。好，那南部粽它的特色就是它是以水煮，它可能就没有先用油去炒，所以相对它的热量少了油就会稍微低一些。一个200克的粽子就等于是一碗白饭分量，因此营养师建议一餐最好吃一个粽子就好。加上粽子的内馅几乎没有蔬菜，所以民众最好可以多搭配一些蔬菜食用。粽子里面我们都知道它原则上它是有米饭，然后有一些包一些肉或者是有蛋黄。那会鼓励大家，如果是自己包的，也许可以加一些蔬菜类的，比方说笋子进去。好，那但是它整体来讲，它的蔬菜类还是不太够。所以我们吃粽子的时候，第一个限一个，第二个就是搭配蔬菜类，比方说我们可以有一盘的烫青菜，然后再搭配一个竹笋汤。此外，粽子是以糯米制作，肠胃道不好的民众也要注意摄取量，以免造成不适。有一些肠胃道不好的人，因为粽子毕竟是不好消化的东西，所以建议大家，如果肠胃道不好的人，可能就是一天大概吃一个粽子就好。最后，营养师呼吁，很多民众觉得粽子食用上比较方便，所以端午节期间餐餐都是以粽子果腹。其实这样很容易摄取过多的热量，对于需要控制体重的人来说就不建议。记者陈明、张文琪，新店采访报道。